得分是9.66分。第三位出场的是来自中国广东的崔文娟，她今年26岁，现在在暨南大学攻读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生。他的教练是太极王子王二平。他选用的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《梁祝》音乐。清晨三天之后开始起誓，我们欣赏太极拳的时候要看运动员在演练过程的韵味。腾空正踢腿，腾空飞脚，弹举360，这些提膝独立，这都是难度动作。漂亮，这三个这个难度动作是一气呵成。太监的刚猛弹抖动作，可以说他集合了陈氏太极拳、杨氏太极拳、吴太极拳的一些精华动作融为一体。我们看到崔文娟这套动作演练完了，那么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她的身上有很多她的教练王二平、太极王子的一些东西。
他在整个动作编排是很有特点的，在最终的收尾的时候，他把整个比赛掀起了一个高潮，他用了很多这个陈太极拳的弹肘的动作，所以他的整个编排有起伏，有张有弛。最终崔文轩的得分是9.85分，他的动作质量5分，演练水平是2.85分，这是非常高的。